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精运协会主席陈念慈。经常做运动可以减低患乳癌的风险，找一样你喜欢做的运动，例如打球、游水或者做瑜伽，乜都可以，重点是坐言起行， Pink up your mind。 当你做运动出一身汗，心情都可以轻松一点。现在开始找朋友一起支持与健同跃动 Pink Together 2022，立即登入 pinktogether.hk 网站一起报名。